大便。麦当劳。麦当劳。哎，就不要动我啦，脏死了。这里有谁单脚上楼梯的比我快啊？
就是让这个电，就让这个空气有电。那我们先，这你看我手上有电压，我手上有一点点电压，有可能有电压，就没有他们一样。啊，我手上怎样电压比较？本来是这样的，啊，我现在加负讯号去。对吧？我手放在这边，因为手可能有讯号，我手可能有电压，所以它接受这个电压讯号。你只要认得一个电压讯号给它，它感觉就是判断说，你现在有电压讯号，这个讯号是一或者是零。你给我一的讯号，我给我零的讯号，我就输。那什么是零的讯号？零的讯号是什么？什么叫做零的讯号？相加影响。鲁迅。那什么是一的相？什么是零的讯号？跟零一样吗？那什么是零的讯号？现在看到了。对。2.25二分之一。你看啊。这个 IC 这边先设定的是电，所以它里面的判断是看这个电的百来判断那是比较的，所以比一半高的就是一的讯号，比一半低的就是零的讯号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你看嘛，我这边有正负嘛，正的讯号是跟这边讯号是一样大，都是 4.5， 所以一定是2.5高，所以下它一的讯号，一的讯号经过百分之几？不舒服，啊，不舒服电压对。那如果把换成你的讯号呢？不是啊，热，应该是不通的。对呀，应该更不通。多少零？是吧？因为是电脑的耳机的。我把电脑合起来了。知道。那输出之后呢？我如果这个时候还给电压起来了，因为电压身上的电压可能，我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些电压，我一定要碰到它，它就跑掉了。好恐怖，我的妈！这东西。那这样。在哪里？这个板子。这懒得是让它这个，你看这边是接输出嘛，啊，这边是正的，是有输出的。这电进来的话，它现在回到空气，它就能循环。所有电流都是循环，都是两个循环，它才会电流才启动啊。电流给它，电流送出去之后，电流要回来。电流不能回来的话，这个电卡住了，它就不会动。啊，比如说，你看我如果说把这个电拿起来，把这个拿，啊，比如我现在拿起来了哈。啊，我一样哈，我是可以，我这个 IC 现在没用了，我现在我给你讲正电。好，这正电给到电阻了嘛？电阻就给它 IC， 给它这个二极体。那二极体怎么发光？正面循环，因为电流出去了。所以当我把电流出去的时候，它就会动。对，左边接它。我没有，我这边接它不会动啊，人家循环，人家的电源做循环。这是接到的要。没有错。你有一边加正的，一边加从其他部位，它才循环回去。它是有，它怎么样？这里它有机会，有好听的。有什么？还是有机会。啊，没错。哎，它没有。来，这个更大的，但是 OK 啊，这是 IC 的概念啊。这个呢？这一根小线是这一根的，接在一起，所以这根小线。
关低一点，那接下来慢慢做。那它有部分身体还是外露啊，那气就从外露地方跑掉，它跑到是在加热的时候，它里面就气。啊，这个还是要分层去做。啊，人家没有分层做，因为刚调动的时候就是想要用。他会在变一森林国教的事情。